1945年9月的一天，太行山下，一支180多人的队伍正匆匆前行。队伍最前端，一名中年男子面色坚毅。此行他的任务是带队恢复和建立中共闽浙赣根据地。然而途经晋东南时，一封来自党中央的紧急电报送至他手中：星夜兼程，限20天出山海关。他叫汪金祥，1907年出生于江西益阳，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奋战在党的政治保卫一线。1945年8月17日，汪金祥根据组织安排率队南下。然而，革命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汪金祥为东北局社会部部长，兼中共沈阳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主管情报、肃特、镇反、保卫等工作。临危受命，汪金祥带队即刻转赴东北。他们顶风冒雨，昼夜行军，终于在11月13日抵达沈阳。然而，眼前的情景令他震惊不已。一入夜，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头巷角爆炸声不断，匪徒招降纳叛，频繁策划暗杀、暴乱行动。此刻，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一路北进，同时派出大批特务收编伪满军警和土匪武装，力图争夺东北。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暴动正在暗中酝酿。1945年11月20日夜，初冬的沈阳寒风凛冽，一片静寂之中，和平区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1000多名反革命暴徒手持刀械、长短枪支，分几路涌向和平区公安分局。分局战士迅速做出反应，从楼上进行火力压制。然而事发突然，局内仅有几十人留守，难以抵抗暴徒的连续冲击。分局长急忙致电汪金祥。接到报告，汪金祥冷静分析了眼前的局势，明确指示坚守待援，不可贸然出击，同时高度警惕，防止内部有人与敌策应。放下电话，他立刻向市委报告情况，派遣公安大队速去支援。在汪金祥的指挥下，分局沉着应战，奋勇还击，利用地形优势，连续组织3次火力射击，压制住暴徒的疯狂进攻，同时及时控制了2名有内应嫌疑的留用警察。暴徒强攻不进，并且得知市局援军即将赶到，随即四散逃离。第二天清晨，汪金祥通过勘察现场查明，这起暴乱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臣勾结日本关东军残部共同策划。他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全市搜捕，连续查抄2个国民党指挥机构，查获了全部暴徒名单。此后，汪金祥率领东北局社会部加强情报侦查，全面整顿社会治安，先后粉碎和平息了通化暴乱、牡丹江暴动等几十起重大案件。到1948年，东北局侦破国民党地下建军案630多起，于阴风浊浪之下稳定了社会局势。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夜，中共东北局办公室里，汪金祥眉头紧锁。就在刚刚，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交给他一个艰巨任务：大战在即，根据党中央部署，
北满东满数十万大军将南调锦州方向，需调动东北局情报力量，尽可能隐蔽东野作战意图。此前，汪金祥已在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组建了秘密情报网。然而，要让几十万大军瞒天过海，难度可想而知。关键时刻，他突然想到，有一部编号257的国民党军用电台已被缴获，敌人尚未察觉。他连夜制定了一套利用电台的周密方案。报请东野司令部批准后，一场无线电波的周旋战打响了。汪金祥先令电台给国民党长春谍报站发出请示电，谎称东野有一位作战参谋已被策动，请示是否可用。国民党此刻正急需军事情报人员，很快批准同意。随后，东野以四个师的兵力佯攻沈阳，257号电台立即向敌军发出预警，并报告了东野的出发时间和行军路线。国民党军经过侦查，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逐步取得敌军信任后，电台陆续发出东野意图围困沈阳的一系列假情报，不断牵制和迷惑敌人。电波往来穿梭，真假虚实之间，东野几十万大军昼伏夜行，悄无声息向锦州开进。在隐蔽战场的巧妙配合下，东北野战军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从东南到东北，汪金祥智勇出击，剿匪平乱，用坚定信仰铸就一座座红色堡垒，将忠诚镌刻于无名的丰碑之上。1944年春的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收到一封从沈阳传来的商业电报。面对看似普通的商业密码，译电员却拿出另一份密码本，一一对照破译。原来，这一连串商业密码当中，竟暗藏着一个绝密军事情报。发出电报的，正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东北情报站站长李振远。李振远，1914年生于山东寿光县，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兰州、平津等地情报站负责人。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党组织急需在东北建立地下情报站，李振远成了担起这份重任的合适人选。不过，此前李振远曾在东北从事过抗日斗争工作，已被日寇通缉，此番再赴东北，极有可能是九死一生。尽管如此，他仍主动向党组织申请前往。1943年2月，李振远穿越日寇层层封锁，闯入关东。一入沈阳，李振远就将原东北青年救亡会人员进行整合，成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东北情报站，组内成员均在伪政府部门任职。李振远由此获取了很多伪满洲国情报。为了与党组织高效联络，
李振远安排潜伏在奉天实业银行内部的同志劝说银行行长从国外带回一部电台，利用公开的银行业务发电，再巧妙地加入情报的内容。在李振远的组织领导下，一封封极具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东北传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党中央掌握伪满洲国的情况积累了全面而有价值的资料。然而日伪统治下的沈阳危机环伺，日伪利用流氓地痞参与侦查，疯狂搜捕进步人士。1945年4月的一天，走在沈阳街头的李振远突然被一个乞丐拦住索要钱财，他习惯性地给了钱准备离开，乞丐却声称自己是他的亲戚。仔细辨认后，李振远发现此人确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便劝他离开沈阳，但亲戚不但不走，还要求李振远帮忙介绍工作。李振远立马警觉起来，这个亲戚的动机十分可疑，他告诉亲戚3天后在同一地点见面。随后他多方打听消息，发现这个远亲果然已经被日本特务利用，任务就是跟踪自己，查出身后的情报网。身份暴露，沈阳无法久留，李振远向战友们发出示警后坐火车离开了东北。此后根据组织安排潜入上海继续开展情报工作。1946年5月，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入驻南京梅园新村，开始同国民政府谈判。这天清晨，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计划参加国民党主办的新闻发布会。殊不知，为了阻碍代表团的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暗处酝酿，伺机袭来。就在几天前，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站负责人李振远从一名国民党少将处得知，军统正准备以制造车祸的方式阻止周恩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破坏国共和谈。为了打探行动细节，李振远以做生意为诱饵，让这位国民党少将约见军统的人吃饭，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破坏行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就在3天后的梅园新村。事出紧急，他决定连夜前往南京报警。然而梅园新村周遭暗探密布，特务林立，轻易靠近必会引起特务盘查。在蹲守了2天后，李振远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方法。上午8点左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辆黄包车途经梅园新村30号，突然调转车头向大门奔去。没等蹲守的特务反应过来，车上乘客随即冲进门内。来者正是伪装成商人模样的李振远。很快梅园新村30号大门打开，公馆内的轿车开了出来，却被一辆国民党大卡车径直撞停。当迪特上前查看时，却发现轿车内并无周恩来。而此时周恩来等人已经在李振远的配合下从后门安全转移。在原定当天上午10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周恩来准时出现，揭露了国民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罪行，而这背后离不开李振远及时有效的情报。
此后，李振远安全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白山黑水间，他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刀光剑影中，他为保卫党中央安全日夜奔走，以无声的力量，永恒的信仰，在革命浪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战区仍有众多日伪残余势力，并未放下武器。此时，辽宁省庄河县以南的茫茫海面涛声如怒，离岸20余公里的王家岛，作为庄河县的外围哨卡，就驻扎了不少伪军。27日夜。月色渐浓之时，突然一队身影乘船登陆王家岛，并以迅雷之势制服了哨兵，控制住岛上的敌伪势力。率队奇袭的正是中共胶东区党委联络部部长邹大鹏。邹大鹏1907年生于辽宁辽阳，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宣传、兵运、统战、情报等各类工作，对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随着日寇投降，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战略，谋划进军东北。邹大鹏此行正是奉命从山东渡海侦察东北形势，并通过王家岛收复对岸的庄河县城。庄河县伪政权长期与国民党势力勾结来往，且有数百伪军把守，而邹大鹏一行兵力不足，其中还包括携带电台的通讯班，强攻必将损失惨重。权衡再三，邹大鹏决定假扮国民党军队前往接收政权。此行凶险，但邹大鹏决定冒险一试。8月30日清晨，邹大鹏率队换上国民党军装，直奔庄河县城。因为安排周密，文书证件齐全，敌伪未发现丝毫破绽，邹大鹏顺利接管庄河，同时组建起庄河县保安大队，发布布告安抚民众，进行扩军。仅用半月时间，就动员了近1000名劳动青年参军，用缴获的800余支长短枪武装了队伍。智取庄河成功的消息汇报上级后，山东军区即刻调拨数万兵力，先后沿邹大鹏探明的路线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屡屡挑起战端，为打击敌人，东北民主联军奉命解放长春。负责东北情报工作的邹大鹏迅速启动安置在长春的情报组，绘制出长春防守部署要图。为保万无一失，他两次化妆进城勘察敌情，期间多次与敌人狭路相逢。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不仅全身而退，还亲自带回了情报。根据邹大鹏的精确情报，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20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邹大鹏布设的情报网日趋成熟，获取情报也愈加准确迅速。
有时敌人军令尚未下达，解放军的应对措施已经安排妥当，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1947年底，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邹大鹏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布局策反网络。他亲自物色人选，说服策动，在国民党军队核心埋下一枚枚关键棋子。随着战局推进，长期的努力也终于有了结果。1948年3月，国民党第60军撤往长春，途中被迫抛弃了大量辎重。进入长春后，60军粮草耗尽，只得向久驻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求助。但新七军只是把大豆、豆饼等马料分出一半给60军，这近乎羞辱的做法令60军官兵极为不满，军长曾泽生也是愤愤不已。捕捉到这一关键消息，邹大鹏迅速启动情报关系，安排潜伏人员接近曾泽生，实施策动60军起义。但让邹大鹏始料未及的是，60军中的第52师属于蒋介石嫡系，监视着60军的一举一动。这一不安定因素令军长曾泽生对是否起义犹豫不决，严重阻碍了起义的进度。关键时刻，邹大鹏派出2名得力助手潜入长春，劝说曾泽生，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10月17日凌晨，军长曾泽生控制住第52师团以上军官后，毅然下令60军26000余人宣布起义，并交出防区。防线断裂，驻守长春的新七军独木难支，只得缴枪投降。10月21日，长春特别市成立，邹大鹏被委任为首任市长。随后几天，解放军连续攻克铁岭、抚顺、鞍山，直逼沈阳。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沈阳的指示，邹大鹏启用了预先安插的重要情报关系，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王凤起，两人密切配合，先后与沈阳守军8个师中的7个师的主官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起义约定。1948年10月30日，解放军兵临城下，沈阳守军各部纷纷让开防区。11月2日，沈阳解放。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大鹏一日同风起，始见垂翼90000里。在看不见硝烟的情报战线，邹大鹏运筹帷幄，未雨绸缪，为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战胜利后，被日军长期盘踞的东北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1947年6月14日晚8点，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中部军事重镇四平发动总攻。经过10几天的苦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大部。6月30日，双方战事正酣，国民党守军还在做困兽之斗，突然四平城的枪炮声悉数了下来，处于优势的东北民主联军竟然撤围而去。这样的突变让国民党守军惊愕不已，殊不知
联军的这次主动撤退来自于一封绝密情报。10万国民党援军已进四平，欲与守军形成夹击之势。根据情报，东北民主联军果断撤出了战斗，而送出情报的正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葛佩奇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9运动时期，他多次组织北大学生抗日救国，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1938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葛佩奇接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中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并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公开身份，秘密在豫东、皖北地区组建起一张情报网络，并多次传出绝密情报，为党组织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1945年8月，蒋介石调动王牌部队进入东北，并委派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场血色较量在国共双方之间悄然展开。为了搜集敌方军事情报，经党组织安排，葛佩奇设法谋得了一个新的职务，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督察。履职上任前，他看到国民党报纸特意刊出的恫吓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面对严酷形势，葛佩奇未有丝毫动摇，他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即刻动身前往沈阳。此后，葛佩奇利用政治部督察的身份，经常调阅各类作战档案，国民党军部队番号、主官资料、驻地、装备、人数、编制等信息，均由他源源不断送至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代表司令部视察军队的时机，葛佩奇还将了解到的驻地具体部署、防御工事等情况一一传出。1947年夏，国共双方围绕军事重镇四平的争夺战进行到第3回合，东北民主联军重兵集结，准备一举解放四平，但面对据城死守的国民党第71军，四平久攻不下，战事焦灼。百公里之外，一个由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成的前进指挥所正在由沈阳挥师北上，急行的队伍中有一个焦灼难安的身影，此人正是刚调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葛佩奇。因为他刚刚探得一个绝密消息，一同前进的国民党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意图增援四平，第二天中午便可抵达四平近郊。此消息非同小可，一旦敌军增援计划成功实施，东北民主联军将被合围，必将付出重大伤亡。军情10万火急，葛佩奇必须设法尽快将情报传递出去。而此刻他跟随部队远离沈阳，日常传递情报的通道无法使用，更找不到脱离部队单独行动的时机。这天晚上，部队行至铁岭昌图一带安营扎寨。一番苦苦思索，葛佩奇将目光紧紧停留在营帐内的那部电话机上。这是一部军用电话，很可能处于被监听的状态，一旦播出极有可能暴露身份。但此刻葛佩奇已经顾不得个人安危，他决定铤而走险。
按照事先约定的紧急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并通过暗语将国民党军的增援情况尽可能详细地进行了通报。综合各渠道情报信息并研判战场形势后，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及时下达了撤退命令，使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增援夹击计划最终落空。顺利传出情报后不久，葛佩奇遭遇到谍报生涯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1947年9月，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潜赴东北的多名情报人员相继被捕，其中就有葛佩奇的单线情报联系人。危机环伺，身份也在暴露的边缘。不过葛佩奇并未退缩撤离，他一边顶着巨大的风险全力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边默默继续坚持战斗，直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身前虎穴十余年，在血色荆蓝的战线上，葛佩奇历经生死考验，始终不改信仰本色，与危局之中利剑出鞘，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愈发疯狂，肆意抓捕杀害共产党人，时局陷入黎明前浓重的黑暗。6月15日下午2点，北平烈日当头，街面上突然响起枪声，只见两名年轻男子被几名特务包围，其中一名腹部中弹倒地。在特务追击另一名男子的间隙，倒地的青年男子挣扎站起，消失在街边深巷之中。惊险逃脱的青年名叫张友恒，祖籍河北昌黎，1919年出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根据组织安排，21岁的张友恒潜入北平，建立秘密电台，开启了他情报工作的历程。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斗争异常的残酷。张友恒化名李金生，以袁通祥商号“账房先生”的身份在北平落脚。1942年年初，党组织安排张友恒的妻子、地下党员周石前往北平，辅助张友恒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不成想，发生了意外。2月4日，周石以探亲之名前往北平，在北平郊外被伪军查出良民证有问题，被捕入狱。5天后的一个上午，日伪特务找到了张友恒，传他午后去趟宪兵部，事由是其妻子疑似通共。周石被抓，事关情报组织的安全。送走特务后，张友恒破例直接找到了中共北平情报组织汇报。经过缜密分析，特务传讯而非抓人，说明张友恒的身份还未暴露。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张友恒决定深入虎穴寻机救人。张友恒一番打点后得知，周石被捕后面对日军威逼利诱，只字未吐，
并以绝食相抗。无奈日军决定利用亲情感化，这也由此想到了周氏的丈夫张友恒。到了宪兵部，张友恒表示周氏是老家给娶的媳妇，一直没有联系，不过自己一定会尽力劝说他痛改前非，回心转意。见到周氏后，张友恒巧妙地通过暗语沟通，提醒他可假意被策反，创造逃走的机会。随后的日子里，周氏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化，加上张友恒不停地打点笼络，日军也逐渐认为自己的怀柔计策成功了。1942年3月，日军安排周石以假逃跑之名潜回延安打探消息，不想周石将计就计，一去不回，成功脱离虎口。张友恒也根据组织安排撤出北平，返回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了更好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他习得了百变技能，时而是低眉顺眼的店铺伙计，时而是西装革履的商号经理。他利用各种身份南来北往传递情报。1943年底，张友恒受组织委派北上沈阳，与潜伏在伪满政府的军政、警察和金融等要害部门的同志会见，通过调查撰写了一份关于东北情报工作的详细报告《满洲工作报告》，使党中央对东北情报组织的真实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在平津两地重建秘密电台，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任务。这一重任再次落在了张友恒的肩上。1946年9月，张友恒潜回北平。此时的北平，特务军警横行，严查进城人员和车辆，想要将电台带入城内是极为困难的事。不过经过多年情报工作历练的张友恒还是找到了突破口。他设法通过关系租用了国民党长官部的轿车，并且约上一名交际花陪同。守城的军警眼见是国民党高官的用车，加之车上还有一名穿着时髦的女子，未敢过多查验，简单询问后就予以放行。在城郊取得电台，张友恒又堂而皇之地开车回城。就这样，张友恒先后两次通过此法将电台带进北平。他还在敌人首脑机关的重要部门组织了一个严密精干的情报小组，开展内线工作。多份重要情报经该小组不断传出，在清风店战役中，他们及时传出国民党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机密情报，使我军做好充分准备，全歼敌军17000人。1948年8月，张友恒结束潜伏，回到解放区。平津7年，险象环生。这位地下尖兵出色完成了建立、巩固、发展地下情报组织的艰巨任务。他用自己艰苦、惊险，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在隐蔽战线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1931年4月26日清晨，上海街头只有零星的行人，一名中年男子的身影划开了弥漫的雾气。穿过一条又一条弄堂，男子的脚步越发急切。此刻，攸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情报就在他手中，咫尺之间将是腥风血雨的惊天巨变。晦暗天色中，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男子正是李克农。李克农，安徽潮县人，1926年27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随后与南京的钱壮飞、天津的胡底组成情报小组，受中共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李克农作为组长，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龙潭虎穴的暗战注定充满惊心动魄的隐秘较量。1931年4月26日清晨，李克农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来人竟是钱壮飞的女婿刘启夫。他从南京连夜赶来，带来了钱壮飞截获的密电，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即将押赴南京。顾顺章掌握着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秘密，他的叛变将使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面临灭顶之灾。但是这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约定的接头日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线索四处打听，却连连扑空。上海街头，当李克农焦急寻找的同时，长江江面上押解顾顺章的轮船正从武汉向南京快速逼近。南京机场，一架飞机刚刚落地，负责审讯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正急不可耐地走下飞机。足以摧毁一切的风暴正向着上海席卷而来。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预警在4月27日有了转机。凌晨，在一家出租车公司，李克农终于找到了陈赓。4月28日，当志在必得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直扑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党中央安全转移。1931年8月，遵照中央指示，李克农秘密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从孤身潜伏走向了打造情报队伍、开展秘密统战的转变。1936年2月21日，大雪飞舞，陕北高原银装素裹。李克农一行四人从瓦窑堡秘密前往洛川。李克农此行作为红军代表单枪赴会，与张学良几番谈判确定了合作细节，也为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山河破碎的长夜里，从西安、上海到南京、桂林，李克农纵横敌营，奔走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堡垒发出的无声呐喊，穿过战火硝烟，传递着救亡图存的不屈力量。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迎来了重大战略转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立中央情报部，由原先获取警报性、保卫性的情报转向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作为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转变。
在李克农的带领下，情报战线成绩斐然，揭穿远东慕尼黑阴谋，预先侦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提前预判日军南进东南亚。一封封绝密情报在每个关键战略节点上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1946年，中国大地上关系着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正面战场的对垒鏖战中，隐蔽战线的无声较量也在同步进行。李克农坐镇指挥，运筹帷幄，谍报人员前赴后继，红色电波昼夜不停。辽沈战役中国民党东北剿总的行动计划、部队规模等关键情报，帮助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沈阳。淮海战役中，李克农提前部署国民党兵力分配等一批重要情报，提前两个月就已摆在解放军最高决策层的桌上。平津战役中，李克农启用秘密党员严佑文，准确掌握傅作义的作战部署、政治动向，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当烽火硝烟成为过往，李克农曾以平静的话语总结自己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段神秘的电波，一封绝密的情报，在无数个瞬间悄然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这位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带领沉默的军队在风云变幻里无惧生死，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他们用生命和信仰铸就的一座座无言丰碑，将永远熠熠生辉。山河无声，功勋永存。